中哦，哦，咱一路呢，其实咱的今天的团队哦，非常非常的多哦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整个淡水大拜拜来到了日榜哦，来现在呢，欧启南老师为咱来拜董哈，谢谢。谢谢。那呢，我们沿路上呢，其实呢，大家看咱的顶头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当然呢，这就是吼，咱每一年咱淡水大拜拜的时候呢，大家呢尽心尽力，因为这是咱淡水的一大盛事哦。所以呢，来自全省各地，咱所有的众信徒，大家呢，都伫咱淡水街的时候，在乌鸦浪集团的新能港哦，因为也参与了夜巡，也参与了我们的日访哦。那大家就看，今天你伫家真的是让大家看到哦，这犹如是我们庙会的嘉年华会一样哦。然后呢，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的神教，我都当跟大家讲，你别看的刚刚的以内哦，看你这样子的神教跟神尊哦。刚刚咱淡水大拜拜这样吼，你在我都看到这么多这么多的神教神尊，而且呢，每一个神教都有他们不同的历史故事哦。那在早期呢，就是我们清水祖师哈，在咱清水岩，其实呢，咱早期呢，应该是说哈，咱前水祖师伊之前的伊的是几位高僧哦，那呢，他就是在我们泉州一带，然后现在呢，他得道之后呢，在咱清水岩，在咱清霸战争的时候呢，刚好呢，很多呢淡水这一带呢，我们的居民呢，大家呢共同呢，包含我们的光绪皇帝一样吼，一样呢来祈求我们清水祖师爷能够来保佑，就是整个战争能够顺利，而且能够大胜。那果然我们清水祖师爷非常的灵感，战争呢我们获得了大胜之外，包含在我们淡水这边的我们的
整个的瘟疫的肆虐哦，也得到了平息哦。所以每一年呢，到了端午的这个时间的是咱党最大拜拜的时间哦。那也是呢，咱来恭贺咱清水岩、咱清水中枢圣诞成修的日子哦。那所以呢，这个是真的是我们淡水的一大盛事。很多人都知道哦，这个很早呢，我们就交通管制，因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因为呢，整个绕境的队伍非常非常的多哦。那尤其呢是在呢光绪的那一年呢，因为打败了法军，所以呢我们光绪皇帝呢也特别赐了一个匾额，就在我们清水岩。如果大家呢有机会到清水岩去拜拜的时候，大家可以看到清水岩的庙里面有一个牌匾，那个是光绪皇帝所赐封的哦，我们的那个公资成绩的一个那个牌匾在那里，那是光绪皇帝所赐匾的，所以呢那个历史非常非常悠久的哦。那咱前水州属牙呢，在咱在地呢护佑的咱真侪咱淡水地区吧，咱全省各地咱嘛真侪哦，咱淡水州属牙咱的信徒哦，大家呢都非常非常也神经哦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哦。来，这永元人确定进行。来，感谢，谢谢。那我们整个绕境呢，今天会一整天哦，我们就早上开始，大家那种挂宝贝啊哈，从咱咱这边啊三家那里安安来恭迎圣驾哦。来恭迎我们九天玄女圣驾莅临淡水平安师，来给我们九天玄女来护佑淡水平安师，如下众弟子哈，大家在这咱来淡水大拜拜呢，咱来庆赞圆满之外，也护佑咱所有如下众弟子，大家平安喜乐，会当合家平安大赚钱，会当让大家呢，会当心胸舒心，家庭平安喜乐。中南的卫生村，以及咱淡水平安山敬虔安坛，来感谢由咱技术代表来去线上请求，来祈求咱的卫生村，来祈求咱所淡水平安山，咱所有龙虾种地主吼，大家让日日出，日日好，日日赚大钱，起拉出，一年好，两年好，日日招财又进步吼。